那的喽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谢谢大娘打小孩了的飞机儿。全军出击！看招！11号拆线，7、8、9、10、11，还有4天。谢谢玄烨，玄烨吧。还有1分钟了啊！现在是1/6的中奖概率。哦，1/6。哎，嗯，这怎么从我身体里穿过去了呢？我们上来先试探他一手，看看他学的什么技能。啊，不吃了。你没有看手机短信吗？还有谁？哦，这干嘛？开 E 制药晕，平 A 走，还强攻。我也得升啊！跳上来锤，没事。嗯，小丑，你2级小丑干哈来了？玩来。啊，玩来了！你俩要干啥呀？你俩是不是精神有问题？咱可以治。嗯，是不是有精神病？你俩到底要干嘛？你个小丑，连个隐身都没有，还要杀我？我天哪！谢谢佐瑞塔幼鱼霜小小记缇娜工具人。就愣抓，你说我补刀搁那补的好好的，你就 A 塔呗，我又不是不让你 A， 你整的我补刀节奏都乱了。我说我看你是活够了，我看啊，我看你是活够了啊，你是活够了你。你是不想活了你？看招！要你在那补刀不好好补？你咋的呀？还出个小破萃取？有？伤害有点高啊，这我没想到。看招！我寻我玩他一波，学个一技能，把他预住，然后我们跑。没想到给我一完以后我就死了。下波不能这么打了啊！下波注意看我的操作，兄弟们，一定会给你眼前一亮啊！注意啊，下一波。看好了啊，直接重锤跳眼。这小子这一出的咋这么快？这么快啊？咋这么快？咋这么快？咋这么快？你给我死！这操作一波，寻思这小子记得有点太快了。我他这 E 的时候，我必须得开 E， 我不开 E 啊，我们就被他白打。
这我得卡他一波。哎呀，这小丑啊！还好塔皮没掉啊，可以接受。先来个八百，算了，八百不来了，先来燃烧宝石，又一点。没想到吧？没想到。把他们也算上。下个回合我们再打回来，没关系。他1200滴血，我1100滴血。好，好，我跟你说，下一回合就没有你的回合了啊！你可没有回合减速了，我不会再给你的回合。我又回来了，在这个位置截他，锤锤，重锤走位，锤掉下来，锤重锤晕。他居然想直接进塔不跟我合，我没想到啊，我大意了。跳走，学个抠。我们正好差把他杀了的钱能买得起三项，所以这波我们不回家，等一等。看着，叫上来锤，重锤，重锤，一开起来晕住走位，锤重锤，叫上来重锤，你的回合已经没了，我告诉你小伙子，充钱吧你。谁呀？解脱者，他是个屁他。嗯，他好使吗他？你让他来，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他。你要干啥呀？你不想活了是吧？我让你野我。这把是出布点海还是出水银海？布点海吧。也算上。还是个 AP 小丑，哎呀，嗯，看，宣布了没有呢？目前还没到无敌那种程度啊，等两件套锤，开大招，重锤晕锤锤，重锤重锤。跳脚兵，谁也别惹我。我三项了，我看谁还敢惹我。现在该我了，别让我看见人，看见人就是越塔一顿锤，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找到你。这不能让他过来啊，在这接着他，堵住这个螃蟹，
我跳锤。跳上来开一重锤，闪现锤重锤。我俩，快，还给我俩。我看你这是真活够了，你是。把它拆了。谁来了？谁敢来？哼，敢来我就敢死。别。我没蓝了，我要有蓝我还能操作一波，没有蓝了就算了吧，多买俩针眼儿吧，这样跳眼儿的时候方便一点。我们其实应该去拿个峡谷先锋的，配合上我们单带，我看谁敢欺负我们家阿卡丽。等我收完这波兵就来救你啊！我来了。兜兜，哎，上钩了，一技能开起来，锤重锤重锤晕锤重锤，还有意外收获，没想到啊。本来我们只能杀一个塞拉斯，阿卡丽没助攻吗？应该有吧。说为什么投我？为什么投我？有助攻，哎，那时间没过呢。再说他有没有助攻又能怎么的，你咋的你啊，你咋的，哎，你小丑一个炸能把我炸死，哎呀我蹬了电锯杀人狂，哇他能拽这么远，他从这儿能搭到我这儿，来个蟹手吧，直升飞机，走去下路带线的。他们家还剩最后下路一座外塔，把它拆掉就拿下。
我这打死你这小丑。干哈呢？咦，到底哪个是真的呀？他是不想让我以为那个是一开始那个是假的，但其实那一个是真的。丑什么？谁晕晕丑了？刚才是不是你起杀心了？先锤跳上来，这萨芬尼能杀啊？展现一好，先 Q 他，我们重锤把他拍死。你不用在这守塔，你守塔也没用。我也不杀你，我把线一推，然后我就来拆塔。我现在都让你打，他应该正往下走了，我估计咱不用理他。你呀，就是太狂妄了，往上走了吧？别让我跳着你啊，我跑的可比你快。这个应该是真的，我瞎猜的。现在我真不知道小丑到底哪个是真的，我猜不着，我就瞎打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以前能猜着小丑哪个是真的，现在我是真猜不着。我说这个是真的，他就是假的；我说这个就是假的，他就是真的。我打哪个，哪个就是假的。我就瞎打，后跳出来的是真的，我就随便打。真的，一开始我打哪个哪个就是假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寻思算了，那我就想啊，我心里想的打哪个，我就不打那个，我打另外一个，它还是假的。